果你想入行是做动作演员，其实是你要准备你身上会有很多伤，但是也可以是显示你的毅力。如果你是没有这个毅力去受这个苦呢， Sorry， 你不要拍戏了。OK， 咁你不如去做文藝片。咁文藝片咁又要問下你自己啦，你有冇文藝，即係你有冇呢個細胞？其實演戲係要即係天生有啲細胞嘅，即係我都有教啲小朋友去揣摩一啲角色，或者去拿捏一啲技巧嘅時候，都要發覺其實如果佢冇呢個細胞咧，佢行嘅係好慢嘅，同埋佢所演出嚟嘅亦都唔會喺心度出嚟嘅。咁你就要知道自己有冇呢個細胞啦。如果有嘅，又可以忍得痛嘅，又有呢個毅力嘅，咁不妨打個電話俾我，我可以帶你入行嘅。